孙湾佐案情变化，联王牌律师都无能为力。16岁密友遭其鼻孔出庭作证，能不能就关键就是他。目前狄英已经和老公到美国救儿子，更重金聘请王牌律师凯勒和五星级律师麦克，希望可以顺利让孩子出狱回台湾。然而原本要在台湾时间7日。 召开记者会说明案情的双律师，却突然暂停记者会。据悉，他们紧急赶回法院开会，不知道是不是和孙安佐的案情有关。美国警方也冷冷表示，案情可能往不好的方向发展。如今，台湾重量级律师也出马，找出拯救他的秘密武器了。 影片来源：三立新闻网。据《自由时报》报道，孙湾佐案件爆发后，引发美国和台湾民众的关注。虽然他的律师还没表态，然而美国警方却不断放话，认为他认罪协商，被关在美国监狱的几率非常高。不过，连日来针对案件发话。 在美国职业的重量级律师出身的秋章出面表示，他已经掌握关键证据，是可以帮助孙安佐胜诉的秘密武器。图片来源：东森新闻。 秋章说，孙安佐的16岁好友，正好是他的助力。他目前正和对方查看他的电脑资料，希望可以找出拥有正面思想的确切证据，并表示只要有这项秘密武器，揭示军师迷的脑子里面是怎么思考，就可以证实他只是开玩笑，并没有恐怖攻击的意味。尤其如果翻译得当，一定能够救出他。 图片来源：三立新闻网。事实上，孙安佐校园同学曾表示，对于他被抓一事相当震惊。而玩枪好友柳丁也深信他只是开了严重的玩笑，不觉得好友是会恐攻的人。目前秋章还在搜集证据当中。 图片来源：中视。秋章发文一出，有很多网友大赞，就是有奶这样见义勇为的律师，加油啊！律师就是要为正义而战，真的很感谢奶。不过也有网友质疑，奶还不知道事情始末，随便出手好吗？奶就不怕惹祸上身。 不过他却坚定表示，如果有同理心的话，就可以知道狄英这个母亲内心有多着急，所以他才愿意伸出援手。图片来源：苹果日报。 虽然不知道案件状况发展如何，但台湾又有一个大咖律师要出马了，大家怎么看呢？